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欧米 a 欢迎收看欧快日常。那我们今天现在是星期一下午的三点多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星期一不上班，我们翘班。为什么翘班呢？因为我今天要推荐一个频道，是一个 podcast 的频道、哦，来看一下这个，这叫做星期一翘班的。 那星期一下班了呢，是一个呃关于科技的一个 p o c c a g t 频道，都是在闲聊然吼，先聊一些最近科技圈发生的事，然后有两个科技宅宅呢，所这个主持这样子。好，如果你有通勤的话，很适合听一下哦、喔。那因为前阵子因为一些因素啊，他们都快倒了，你再不来，他们就要倒了，听不到了，好不好？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我哎，我之前有去在一月时候有去代班一集哦。好，那这集我会把这集的连接呢，啊放在影片说明的地方，大家赶快点过来听一下。喜欢的话订阅一下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